记者林欣若台北报道。 Michael Kors 品牌全球代言人杨幂好大排场，她出席 Michael Kors Collection 2019春季时装秀后，立即搭乘私人飞机前往在多伦多举办的第43届多伦多电影节。杨幂身著看秀式的 Michael Kors Collection 2018秋季系列迷彩外套、皮质迷彩马甲、黑色睡衣风蕾丝半裙，搭配黑色 Bancroft 皮革链包，风尘仆仆中尽显奢华、时尚而充满自信的生活态度。 Michael Kors 相当重视这位亚洲代言人，他搭乘豪华加长轿车与直升机，在 Michael Kors Collection 2019春季大秀结束后至曼哈顿城中的公务机停机坪，乘坐由 Michael Kors 特别提供的私人飞机前往多伦多出席电影节。 Michael Kors 更在私人飞机上精心准备了生日蛋糕，为12日庆祝32岁生日的他带来生日惊喜。杨幂在 Michael Kors 的私人飞机上庆生， Michael Kors 提供，杨幂搭乘 Michael Kors 的私人飞机前往多伦多。Michael Kors 提供， Michael Kors 为杨幂准备加长礼车。Michael Kors 提供，